不用胖，花花老师有办法。S， 油脂服装的尺码，小号的。采用造句法。缩略词 S， 想象成 S size suits me， 小号的衣服适合我。想象成 S size suits me， 小号的衣服适合我。M， 油脂服装的尺码，中号的。采用造句法。缩略词 M， 想象成 M size suits me， 中号的衣服适合我。想象成 M size suits me， 中号的衣服适合我。L， 油脂服装的尺码，大号的。采用造句法。缩略词 L， 想象成 L size suits me， 大号的衣服适合我。想象成 L size suits me， 大号的衣服适合我。UFO， 不明飞行物。采用造句法。缩略词 UFO， 想象成 I saw a UFO， 我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。想象成 I saw a UFO，我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。CCTV， 中国中央电视台。采用造句法。缩略词 CCTV， 想象成 I want to watch the football match on CCTV 5。我想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的足球赛。想象成 I want to watch the football match on CCTV 5。我想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的足球赛。